大堆的奇奇怪怪的说法。那个声明书的那个章到现在也还没有盖，好，那个声明书上面工厂也还没有盖章，到底是怎么样也不知道。答应我们的事情也还没做到，所以我们今天呢是那个林宝芝先生呢、七七四十九天呐、那我们在这边纪念他。现在呢，我们大家先好默哀三十秒，好不好？哈，就是。我相信林宝芝先生已经升天了，然后呢，我们也祝福他。那现在那个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有几件。第一个事情就是早上丁先生他们已经把那个布条白布条换掉了，因为已经那么久了哈，我们抗争到现在已经那么久了，白布条也脏了，所以先换新的。今天除旧布新，我们做一个新的，我们的那抗争活动没有成功，绝对不停止哈。好，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呢，瑞珠的妈妈编了99个蛋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呢，我们先等一下，我们吃鸡蛋，我们不是要丢鸡蛋呢，我们是要把这个鸡蛋已经煮好的鸡蛋吃了，把蛋壳丢过去。我们扫墓的时候也常常做这种事情啊，怎么样呢？就是把这个鸡蛋丢过去，鸡蛋是天然的东西，不像塑胶袋，不像什么，所以没有什么蛋壳啊。对对，蛋壳就是我们把吃完蛋。营养的蛋，然后呢，把那个蛋壳丢过去啊，丢到那边去，就叫它完蛋、滚蛋啊，这样子的意思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这边有蛋可以拿，那个怕胆固醇的呢，就吃蛋白就好了。但是蛋壳一定要丢过去哈、让它完蛋，让它滚蛋哈、第三件事情要做什么呢？就是我这个白布条哈、这个白布条呢，把你的想法写出来，然后呢，等一下就去挂在那边。小小大大的白布条呢是要给大家看的，小小的白布条是我们的心愿，我们的心愿，我们绝对一定要把这种毒子害孙的污泥厂赶走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好好，今天动心脏。还做肥料嘞？对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小心车子，我们就过去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蛋壳撒在那个污泥厂的那个下面，就只意思就是说什么？污泥厂完蛋！好来，大家一起来，大家一起来，小朋友、大朋友，等一下再丢，等一下再丢，一起丢哈。好，丢的时候就说污泥厂完蛋，完蛋啊！这边标签，来，好，你也来，好来，还可以来，你也来，拿一下，来，哎，还可以来，好，还有一些人还没来。好了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好来，开始，好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大家讲污泥厂完蛋了，好，污泥厂完蛋，预备，开始，污泥厂完蛋，完蛋。对啊，那就污泥厂滚蛋。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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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会卡到。从前面吧，就从我们这边绕啊。从前面。对。这弯都一直被吹。这个位置吗？可以。可以吧？可以的啦。放进。OK。好，可以可以。因为我想说下面再掉一个那个东西。好了，污泥厂要烧掉了。好，来，焚烧污泥厂。来，烧污泥厂哦，来哦。烧污泥厂啊，烧污染啊。烧大屁股啊，落花和草。好，污泥厂烧起来了，有没有拍到绿洲啊？五加零吧，记得。你看呢、啊？小我的，在看呢。倒了，污泥厂倒了。哦，污泥厂倒了。太好了，让它倒，让它倒。好的，好的，让它倒，让它烧。太好戏啊！完了，污泥厂规避环评。哎，污泥厂完蛋啊！污泥厂完蛋了。绿洲污泥厂规避环评。哇，那烟囱真的在冒烟呢！